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追剧的七七啊。电视剧《凤鸾》正在热播当中，在最近的剧情里面，燕凝芝为了给小宫女解围失手误杀皇帝的侄子，皇帝为了帮助燕凝芝不惜撒谎说是自己杀人，而且为了让凝芝撇清干系还封凝芝为妃，凝芝为了保命和家族的安危也只好答应了。在战场的魏广知道这件事情后心里非常难受，好在之后的燕凝芝写信给魏广说明了自己的苦衷，两人也约定等魏广班师回朝就离开皇宫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魏广深入敌营和敌军大战好几个回合，损失惨重。关键时刻，他希望皇帝能够去御驾亲征，鼓舞士气。可是皇帝却害怕自己出事，就不愿意去。好在燕凝芝请求皇帝去救魏广，而且他还答应会留在皇帝的身边，因此皇帝才答应出征。而燕凝芝也因此被封了贵妃。这一次魏广心里更加的难受了，而且长公主还故意用这件事挑拨魏广心中的恨意。好在魏广心里知道长公主不是什么好人，所以一直都长公主有防范。而且虽然表面上他答应帮助长公主办事，但是暗地里却是为了搞清楚长公主的计划。然而长公主却看穿了魏广的本意，派人狠狠地打伤了他。燕凝芝知道这件事情后心里非常难受，看着魏广受难，他感觉伤在自己身上一样。然而让燕凝芝没有想到的是，皇帝却乘人之危趁机威胁燕凝芝，要他一直留在自己身边，这让燕凝芝再一次看清了皇帝的真实面目。你是怎么看待燕凝芝对魏广的感情呢？欢迎评论留言说出你的看法。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转发哦。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，再见。